Eieieiei. Lá. E?来，小心宝宝，嘿嘿，又又，去拽跑，拽跑了，再来，英俊大仙儿，英俊，无动于衷啊，退休状态呀、啊。你 这姐妹俩都谁呀、啊？这，有顶顶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果果还是宝宝？你宝宝啊？你来，哎呦，顶顶喜欢跟胡云俊玩，来，顶顶。咦，不能抓太死啊！哎呦，跑啦！跑了跑了吧，好看姑娘，来呀，我陪你玩了，你还不玩了？刚才。我低头没玩的时候，你还一个劲儿要拽走呢。来，就喜欢你这种扭扭捏捏的。来，好看。来。你看窗外看啥呢？看送外卖的呢。他们不送猫粮啊，你就等着送冻干儿是吧？好看就喜欢吃冻干儿。你看，好看，胖乎了，还扭扭捏捏的。这屋你岁数最大。今天天气真是阴呢，拍的好看，更加的水墨丹青了。进去，那小爪子，哎呀，带打不理的挠。宝宝，给好看姐姐发挥一个。好，宝宝。不发挥了，还不如好看姐姐呢。我一说还长脾气了。你看，宝宝和好看有点不对付，看一眼好看就恶心的走了。哎呀，英俊，你干啥？你在欺负里面的谁？欺负顶顶是不？你瞅你那爪子无处安放，你瞅肯定是在欺负顶顶。顶顶快出来吧！你瞅这家伙从小欺负小宝，就搞的就这个姿势，小宝一露头，他就啪啪啪拍小宝的脑袋。胡文俊，你就是古代房顶那个五级六兽里面的一个小神兽。来，英俊，正脸，英俊，正脸，英俊都不惜得抬头看，你咋的？看好看呢？这谁呀？来，灿灿。
灿灿在那屋卷了好几天，觉得他体格长得都飞快。啊，喜欢铃声。你看，哎呀，你看这就会玩儿。拽走了。顶顶还崇拜的瞅着英俊，哎呀，来顶顶，这逗猫棒也太对不起这些猫了，毛都哪去了？